改编自畅销书的好莱坞电影《饥饿游戏》，女主角找上了魔形女珍妮佛·劳伦斯，还有两名新生代的男星助阵。首映会上聚集了大批的书迷粉丝，相当热闹。红地毯旁，热情粉丝看到主角们现身，兴奋地放声大叫。Support from the fans, it's amazing. 女主角珍妮佛·劳伦斯身穿亮眼蛙背小礼服，成了全场最受瞩目的焦点。导演说，珍妮佛简直就是女主角的不二人选。We thought about it a long time, but I have to say that when Jennifer walked in, there was no doubt in my mind. I mean, when she gave her audition. 除了珍妮佛，还有乔许·哈奇森跟连恩·汉斯沃两名年轻帅哥搭档演出。首映这一天，席维斯·史特龙带着全家人，还有连恩·汉斯沃女友，同时也是著名偶像的麦莉·希拉，也来为亲密爱人站台。由畅销书改编的《饥饿游戏》曾经在《纽约时报》的畅销书排行进榜180个礼拜，同时也被翻成26种语言，在47个国家地区上市。片商打铁趁热将故事搬上大荧幕，就是希望书迷能够进戏院捧场，创出好票房。4 3 2 1 新闻徐启芳综合报道。面板大